院长辛苦啊，委员你好，辛苦了啊。我在立法院这么久，我也问过你好几次了哈。啊，这个会期是第一次，院会跟你这个执行过四次，我还蛮珍惜的，我很珍惜的哈。院长辛苦了啊。多谢你，请办桌几个。好，我们看到最近了、所谓的苦碰券，被人家骂翻天了、一点都不酷。苦碰券、其实就是苦碰，换作中文了、一点都不酷。听说要转弯了嘛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转弯？你们又不要消费券，又不要现金，大家都说网络上这么说了，说这里面因为我们可能总统心里有心魔，因为这个马总统、马英九前总统用过了，绝对不要用，所以嫌乖嫌紧了，请问一下怎么改？来。部长还是院长要讲怎么改，怎么怎么改？委员，这不是总统啦，这关在设计啊。你设计。总统，我总统就跟他讲哦，加照顾寡，振兴，创好起来。啊，进都因为还佫叫大家讲哦，要有社交距离，啊，唔通出来群聚啥的，所以进还佫唔是鼓励大家出来消费的时阵啦。啊，即阵加听各方面指教。就委员你做内行的，啊你啊做主持的，你看有啥物所在？我伫想啦，想了甲无停。啊你有想出答案无？有没有想出答案？啊，答案有没有？一点原则就讲哦，无爱讲哦，啊不分贫富，通通有奖，干那一点无爱啦。啊，实际上哪当刺激消费，不就你更加搞？你想到啥话？你自己搞。我想到。啊，我就尽量来用。因为我听起来还没有答案呢，我听起来还没有答案呢、不是没有答案，还没决定，还可以吸收各方面。那我就给你一个，最近有基层跟我建议，说啊，你这个酷碰券，四个电子支付平台 ，plus 一个啊敬老的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对四个电子支付平台有图利之嫌，啊，人家是批评这个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院长，苏院长啊，你讲的话我都注意听了，你的公开雨露均沾的，为什么只照顾这四家的电子支付？啊，更何况有些人不太会用嘛，所以小市民跟我建议了，这小市民的建议有没有建议哦？我觉得不错，我拿出来讲，请看，这个叫数位钱包，三老师数位钱包就把钱放在云顶了，把钱放在云端。数位钱包哈、很简单，只要有身份证，只要有健保卡，就去刷卡。他有这个能够刷健保卡的，他有身份证的拿出来，库存，啊，马上就最多1000块，最多1000块。你说我要排付啊，对不对？有钱人不用，那个很有钱的，不给他，那个也很简单。明年报税把它扣回来就好了，1000块每个月1000块，明年报税把它扣回来的话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方便呢。你也不要去印什么券什么券，不管碰碰券啊或酷酷券，都没印，都不要印，也没有印的成本，也没有发的成本，只要身份证打个任务，或者健保卡打个任务，推出来去消费，消费，你们只要设计。你们要设计一个东西，那个软体要设计的，啊，这样啊，赖世宝，啊，赖世宝当然不用用了哦，啊，我没有买啥的，明年报税报扣回来就好了，就简单呢，打个用身份证，年纪大的也会用，身份证提出来，哎，我到谁门去买，200块，寄嘞，你们就寄到云端，对不对？健保卡去这个超商买个100块，寄到云端。1000块到了，stop， 啊，你这个用了，不能够再用了。一查你，第二天就简单了呢。委员，别拜了。委员，我感觉你都尽量，因为你民意代表，吸收各种民意来哈。啊，我
也无遐熬嘛，所以尽量大家指教。这已经袂歹无？听起来袂歹啦。听起来袂歹啊。无啦，安尼啦，委员。难道咱就口罩有无？是。口罩打开始是超商，后来，感觉即摆有实名制，即摆实名制一二点零，即摆来到三点零啦，从开始三点零啦，这毋是转弯啦，是愈来愈方便，愈来愈好，多元啦，这个古方剑，你讲我真简单无？古方剑，你怎讲？用一波，这简单的啊，这嘛一波啦，一波就简单的。我玩家归来全盘。保定要不要正面思考？保定要不要正面思考？这么简单，你看到？你都不要硬，不要硬，我知。不要哭哭碰碰都不要。今嘛社会期待就是，愈简单愈好。少年的是要思维化，老的是希望有迄落无。啊，老的这老的没有啊，啊，少年嘛有啊。平衡点吼，少年嘛有啊。我今嘛给你退出来，一刷就可以了。哎，啊，用 scan 买啥哩啊？就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一步。哎，我愈听愈这 idea 唔是我的咧，还一寡呢基层的人安尼讲，我听哎很有道理啊。对，院长同意了哦。对啦，你古早来讲舆论就是光桥的人，因得论的代志会使采用，所以委员你都尽量指教，啊，阮就尽量吸收，啊，到尾啊，那好的尽量用。你要用无？你要用无？啊，用考虑无？和主管部位，你不会从。哎，你可以讲回答一个正面思考，是啥哩无？不啦，部长，正面思考可以吗？好了，正面思考，尽量开用啦。对啦，你就讲，你就讲个口罩吼，二点零、三点零，这嘛不是我发明的嘞。哎，迄种有哪一直设计，一直设计。谢谢院长跟部长的正面思考。正面思考。今天愈听愈赞，我感觉想讲不够赞嘞，还想了这人够天才嘞。好，来，那个部长请回哈。我想那个财政部长可以来帮忙了，主计长也可以来帮忙了哈。院长，我伫另外一只股啊啦吼，你第一个做行政院长，我嘛甲你咨询过啊，吼，咱有一个财政纪律，有举债上限，你知咱今麦拢总举债偌济无？五兆三千。看，买无人机，买飞机 F-16，V。就2300亿，咱来前瞻第二期，还就4200亿，咱来新冠肺炎，有可能第二期嘛用得到哦，4200亿有300亿是用税制盈余，所以嘛还就3900亿，超过了一条了，一兆了。院长，你嘛做过另外一关，好，我底下是一句话。这个案我都参与不到，老实说我内心是挣扎痛苦的，因为要跟子孙借这么多钱哦，用下一代来救这一代，但是又一定要救，所以你看我们法案全力配合预算，下个礼拜我马上排，我什么是财委会招委，我马上要排全力配合来抢救这个疫情所产生的需要纾困或者要振兴，但是我心里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对不起子孙了。就讲爱敢开这些钱，那你举债上限都怕亏啊，叫有可能第二期的再另外一期的2100亿哦，举债上限要打开哦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今麦就是安尼哦，咱今麦。啊！一张，我先搞好，院长在这背景，我们要跟子孙借一兆，借一兆，这个数字如果有错，两边的都可以讲，没有错不要讲哈。委员，那个应该是2100亿的，不是3900亿。新冠肺炎当然是还有必要说再加2000亿啊。目前就是2100亿。好，目前就是2100亿。好了，你要算这个也可以，不加计较，我们已经法过了嘛。你有必要再加2000亿啦？啊，我认为是有必要，因为什么时候结束？最新都讲的，比尔盖茨讲每年秋天才结束啊。啊，台大的工卫院的院长说可能要到2024啊。所以这个另外的2000亿可能用得到哦。所以总有一条，我们要好好用，
爱国卡安那编哦，怎么编？钱都不够了。台湾2300万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一照下去，平均分配每个人多少？基本工不到5万的帕西亚，真的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是救急，不是救穷。大家很清楚，虽然你可以排污排一些了哈、哦，所以最重要，该你先骂了，经济自己好起来吧，对不对？我要讲的就这一点，要靠经济好，不是靠政府来补助吧？重要是安尼啦，你同意吗？院长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嘛哦。所以陈时中嚯、哦、就要上千诶，他说月底没有社区感染就过关了，月底多四月底、啊。南京嘛，如果不要算盘石见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一个礼拜零确诊了，再一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去，又另外礼拜又零确诊，盘石见不算了哦。哎，十一天啊！啊，十一天了嘛哦。十一天都无病毒病例啊。我嘛就就算了啊，我冇甲讲赞，我就事论事啊。好、哦，这个帮助疫情不分党派了哦。那个时候院长，你要不要鼓励？5月1号，大家戴口罩出去认真消费，刺激消费，帮忙消费，下礼拜我进，还是以疫情中心专家会议为准，这款不是我政策讲转甲决的，不是爱尊重迄专家会议。咱之所以当做个较好，就是我嘛是尊重专家。你用一个假设前提，不讲，假如到四月底之前都每天零确诊。假如啦，假如你就大方鼓励大家戴了口罩去消费啊，这个才真正的救经济啊，不是给他靠人家纾困几条就子孙的钱的、啊，这个逻辑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，院长？你要不要这样子说？假如四月底之前再都从事零确诊，盘时间卖供了哈，盘时间卖供，其他的真的都零确诊，你大胆的站出来。打一点给你拍破啊！啊，你叫大家经济，委员，咱委员，咱给那里防疫能够做的有一点成绩被肯定，是，正是因为团队，包括政府跟人民，大家一起努力。那行政团队一直都很尊重专家，是，所以疫情中心他们都很审慎评估，所以什么时候啊可以出来，什么时候。要封城，台市都应该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做的决定。假如到四月底以前都是零确诊，难道你不该说，能出去消费啊，救家里啊，不要靠子孙啊，我要靠自己，不要靠子孙啊。我要尊重这个疫情中心专家做的决定，请大家听疫情中心所定的规范跟指引。所以你还是不给我答案？不是。好。我的答案就是，我的态度就很尊重疫情中心专家做的决定。5月1号要不要如期休假？要，确定？对，确定100%。没有要，除非突然发生疫情大爆炸，确定休假。否则，到目前为止没有要取消5月1号连假的计划。真好，啊，所以讲5月1号大家要去台做恁去。口罩戴起来，打个弄弄起，鼓励消费，可以吧？对不对？不是，休假跟出游是两回事。好了，你还在跟我是，在你讲了哦，好。不弄，我们起来，我讲，我谨言慎讲啊。我讲今天休假是要休假，但休假来也可以在家休假。两位不是鼓励出游。长官，两位长官请回去哦，我要请那个卫福部长官来帮忙，因为时间快到了啊、哦。本来院长，我本来是足期待你讲这段话，讲，但你四月底以前啊，拢无确诊，我得鼓励大家出去，啊，大家直接给你破破了。送是该送，还无尊重专家嘛，唔好。我们快筛哦，全世界哦，美国有快筛，德国有快筛，韩国有快筛，台湾无快筛啦哦。咱有一个叫 TFDA 啦 ，T 就是叫做台湾。FDA， 美国就是 FDA 嘛，哦，这个叫食药署啦。科技部快筛12分钟就知道结果啊，国院15分钟，中研院10分钟，
我们已经进口了哦，快筛剂已经进口了，对不对，市长？目前有准的大概八件左右。不是不是，从国外进来的，美国进来的，就国外国外准许的有啊，对。进来多少量多少？量还不知道，他们有已经许可证有给他们的，有有。没有我，哎，先。Thank you.